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una Elvira， 我来自台湾跟西班牙，我是台湾跟西班牙的混血儿。我是怎么出道的？我忘记了。我是路边被捡到的。我选择男朋友的要求会希望是身材高一点，然后稍微有一点健身，然后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善良的心，还有腼腆的笑容。我最喜欢的拍拖活动，一起打电动，帮我破 PS4 的那个 PS4 卡关，帮我破。如果有要找我拍那种全裸的电影吗？我想我会考虑一下这个整部戏的那个剧本，然后会整。我的初恋是在我国小六年级的时候，但是我们没有在一起，是我个人单方面的单恋他。那我的恋爱经验是三次。如果想要看到更多关于我的拍摄话题，记得 follow 我们 Bubble 的 Facebook fanpage， 还有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哦。